開始咧，又攞咗少優勢咧，就亂但係而家咧就俾人逼咗 corner 啦。睇有冇少少 death combo 啦。哎，一邊中，有得 check， 中 check 就剩翻個 option 啊，燒。成秒錯啦。呢個時候卡有 limit， 咁但係Luigi好似完全唔驚咁繼續向前推，點解 fail？ 哇！好彩有完全中，喺兩個 recover 都有啲危險啊！我逼佢嚟打中咗，好似冇跳啊！你打嘢嚟，死啦！係真係有機會。系 Lucio 啦，咁而 BBK 咧都繼續係推嘅，去做進攻嗰邊。Lucio 呢個 dash attack， 用 Zer 去 H 街，但係咧就跳過咗。可能下次又狂啲。頭先嗰下如果 BBK up B 扯落嚟咧，就正。應該有喎。今次就選擇緊第二下啦，上 tap 防。好似有機會有 combo 噶，你識唔識？佢做唔做得 up two up three 咧？難喎呢句，即係交換一次得。都好，真係好難喎。睇 percentage 先，難。今次咧 ，Luigi 嘅 DI 就火啦，所以就走咗上 tap 房，望下我影一下。即系 Perry， 要接一个大分人真系好过大边，好谂 up 边。up 晒重装，但系都相对 safe 嘅，所以 BBK 唔追啦。跟住攞 Zer 卡住咗 back 嘅人上 tap，Luigi 继续 tap。再次取咗个 limit 出嚟啊 ！Luigi 就选择喺个 Angel Play 旁边等啦。消耗 BDK 個十秒 timer 嘅，都唔使啊！直接講出嚟，佢無敵都唔等咁滯，直接過。Sparkle 咯，哇！喺兩邊直接捉到一個起身。其實佢 BBK 第一下 backer space 得好，但佢第二下咧就打得比較保守啦，係佢冇準備去 punish 佢前嘅唔喐嘅 option， 因為下次佢可以大直接 call out 個 gap 啦。可能佢要做嘢係唔好跳咁後啦，一隨時準備 trip 翻上前。嗱 BBK 而家都就嚟，都就嚟啦。應該都仲係 Luigi 嘅殺法，80% 危險啦。咁呢個 Back 嘅有啲 space 唔幾好，但係出嚟就好細。要好，我估曬啲。呢出 B， 哇！咁呢個有啲型，但係唔中。Slash 三個 spot， 我呢一次唔中，其實佢企 stage 上面做 let trap 唔中好咯，玩，係咯，嗰啲 Zero 係應該 tag chasing 啊嘛，佢 match 都 match，let Perry 但係其實呢個好難 ，Perry jump 係唔係佢打？其實去到最後咧，大家都係兩邊都係咬，所以呢個係 fish 近 up dash 我笑嘅，真係好笑，我笑。呢個 cloud up B 第二下落嚟咧，只要 carry 咧，或者佢應該有咁嘅嗰種，等佢落嚟下直接 down B， 就可以無敵嘅嗰種。
字俾人搞到。啊，就咗誒，就好似咁啊。Stop the battle. Luigi Fall. 第二場咧，一樣角色啦，就嚟到 PS2 嘅。37%。係咯，拉升啲啊！誒，依家 spot 到上部分嚟。杀手 ，OK， 打，打呢招，两个打法都系冇变嘅呢啲 ，get low。即係佢冇諗過對手點樣對策咯 ，counter option 快啲。Yes. 我覺得佢，我覺得佢做 Q 嘅時候咧，嗰啲 option 都係等問度 feel 咯。即係你打我啦，你打我啦，打咗我做啦 ，upset 咁樣。都冇分別到，呢個應該係 jetlock 嘅，好想睇。你好似成日都驚中嗰個 hitbox， 所以就係多好難，都嚟啦 ，OK。轉身 gap 咗，哇！繼續我想，呢邊嘅 Q 可能真係接受，四十零嘅，未用，打 L 打嗰啲。如果你要 aerial 打打 cloud 嘅話，其實有一樣比較重要就係你要識 anti air air to air 要強。大字路咧，落翻啲，你猜到一下，我下次快一樣嘅，下次點嚟？